哎，哎，吃饭了没？刚吃完，哦，冷吧？今天冷了。对，昨天晚上就是刮风，冷还行，不是特别冷。那个，另外昨咱天一晚上没睡好，睡不着觉。怎么了？冷？家里暖气？没事了，这两天，好多了，不难受了。是吧？我说不中就抽个空来北京这儿查查，我过去替你。哎呀，我先不折腾了吧，不来回折腾了。就坐我棺材。那也不了，没啥事儿了，因为。也不是说严重了去查查，这不好转了还去查干啥呀？是啊，那关键是那天一说。我还有点，还真是有点着急，有点担心。担心啥？我这我不给你一天打几个电话，我都好嘞。我跟你说不是好嘞，没事嘞，就可能就是有点着凉引起的。要不你来吧，提前挂个号，做个核酸。哎呀，不来回折腾，没事儿。我说没多长时间过年了，查查在北京这再查查，没什么问题，不就踏实了吗？不用了，他又不是啥那什么好转了。要真是说严重了，越来越严重了，那能不去查，是吧？别大意，因为是说白了，现在有问题都得及时的，不能拖。放心吧，没事儿。你那啥？那家里那暖气热吗？那你还行。要是如果不行的话，不是每年人家给那维修师傅打一电话，人家能去那儿给放放水。有群里面都发了，咱我不想让太热了，太热了要干，差不多就行了吧。哦，要不但那是现啥在给。这段时间这个天不是特别冷，到哪儿都再说。冷了如果不热了，再让他过来给调试。忙呗，上班呢。事儿多着呢，最近这快过年了，事儿也多。前几天又，他一个朋友把这旧车不是又收过来让他卖了吗？最近有个用户，湖北的，咱们老用户，咱上湖北去收个车去玩，这现在这疫情玩去不了。也是，等年后吧，是吧？是啊，回来还是一个好车，有个宾利。那去那儿开去是吗？不是，他不是英国人，但是就到别的那个到宾利卖到外地啊。因为北京开太麻烦了，我说这个现在这疫情不让出就不太方便了，我说要不过了年再说吧。就是，别去了。英国的反正现在还方便点，不是英国的来回折腾太麻烦了。那把收着那收着车，年前能卖都卖了。现在没几个了，5、6个车，年前的还有一个月多呢，肯定都卖了。你看过年时候买车的也多，有的买不了票啊，或者什么的，也有买车买旧车的也多。没问题的。那行。放心吧，这边你甭管了，你们在这儿把你照顾好就行了。没事儿。刚那个过两天我这忙完了，我过去看看你们去。哎呀，不用，你忙你的吧，这儿也没啥事儿。行，今天晚上在这儿注意点吧。行，我先不去一会那儿咱边再见喝了。口水什么的。行，行，那那就就这多样，注意点吧。那就这样吧。